来一罐大杂烩。看看倒一罐看有多少。我这一罐是500克的。这个是瓦味大杂烩。这里边好多呀。先来块三角骨。这里边有三角骨、鸡翅尖、鸡爪、牛皮，还有鸡脚筋，还有菜根。不能多吃，太辣了。牛皮，千万别买，就这样吧。